啊！给我！逼哥，逼哥，给我逼哥！哎，真的是给，就他了。飞哥，飞哥，我错了，飞哥，我错了。聊吧，别投那边，飞哥。聊吧，你俩聊吧，你俩聊出个你我他来。错了，飞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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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了，飞哥赶紧。飞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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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爸爸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操！就你他妈话多，人赢了，人赢了，没赢吧？我吐了呀！这他妈哪赢的我都不知道。子三郎他妈，你等一下，你谁是狼呀？我想问一下，并北大梁，就是那个轩辕九、轩辕、子墨、子墨，还有那个小爽。啊，这道一片片个狼，我吐了。这就看命啊，他们枪和那个毒药都带走一匹狼，这能你怎么玩吗？逻辑龙盘。跟姚明提高的人，这他妈还能赢？我懵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懵了，命啊！这就看命啊，真的。你这个太厉害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子墨那个 VILLAGE 是什么？村民。村民的意思，你就是，你刚刚就是村民，我第一个查的你。那不对啊，我不能当预言家呀，我当预言家，我查出来人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屌毛。他会点，我觉得没事，他有图片的。啊，有图片的呀，有图片的呀，但是有图片的。哎呦，可以。狼人红色的，反正。哎，还没开吗？这是什么狼？你缺个人呢？房主没开，房主没开。房主没，这是什么狼？黑狼。黑狼王的作用是什么？不然人太多不好玩。感觉有点猛，不知道。对，三个没看过介绍。兄弟，我实话实说，就四匹普通狼，你脸不好真赢不了，兄弟。对，还有个狼是可以保护其他狼的，他可以给狼救狼，好像。我想了一个很屌的玩法，我想了个很屌的玩法。说嘛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只能有一个猎人，晚上妈想点八个。狼晚上说话，别人能听到吗？都能听见，好像都能听见。麦是全体麦，全体麦都听得到。我只有四个麦，只有四个听见。听到了是吧？可能要对那语音吧，可能是另一个键吧。哦，有可能。我待会儿晚上就是说，蓝南飞，我们晚上砍谁，然后他妈的蓝南飞跟我一起死。我加了个黑狼啊。暗袭是蹲下哦。黑狼是干嘛的？黑狼他干嘛的？我加了个黑狼啊，黑狼就是黑狼杀了人的话，他可以感染村民。我操，这么牛逼的吗？这么猛吗？我这样两头狼都已经很猛了，能不能进来多一个？能不能进多一个？ 那你少点狼啊，你别四匹狼啊，四匹狼。陈开要来了，陈开要来了。那我们先玩一把，那我们先玩一把。拜拜。两头狼都已经很猛，这两头狼吧，两个狼差不多了。咋了？不盘逻辑，瞎他妈点，他妈的点谁是谁呗？本来村民是受害者，就变成狼是受害者呗？哎，乱玩就完事。哎，丘比特是干嘛用的 ？Hello， 丘比特联姻用的。我靠他！谁丘比特来结个婚来？好嘞，一个是跳了一个是。我上一把，你们说我脸好不好？脸好，脸好。蓝钻飞。这个爱神是不是会出现第三方啊？就他会出现爱神一边，狼人一边，然后村民一边。对的，人狼恋。我被人恋都一起跟谁恋？有意思吗？手刀我有意思吗？飞哥没事，飞哥没事。有没有预言家？我跳预言家，有人对跳吗？你跳预言家，有人对跳吗？我不跳，但是我想当警长。不行，我是头顶大青天。
我选蓝战飞。一碗茶的飞哥啊，飞哥是好人。哦，我是好人。红箭同派啊！我给飞哥。那就飞哥请长呗。飞哥挺好人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想死，我不要。你当。谁他妈等我死吗？就给他。你当。给预言家当警长查警徽流吗？怎么给蓝战飞？对啊，肯定给预言家，不要给我。预言家警徽也没报啊。你报了呀，我是警徽流啊。你预言家报过警徽流啊？谁是预言家？我是预言家，我第一晚查了飞哥，飞哥是好人，而且他也是被救的那一个。那你不放屁吗？投他。主要是也没人跟我。投谁啊？投林北。为啥投林北啊？他把你点出来，那么多人骗我，骗我，骗我！来，所有人骗我！听到了没有？你不骗他，你瞧不起他。来了，那只能骗你了。啊，那等一下，等，开玩笑，我还可以多活一天，不行，你要多活一天吗？玩游戏你不知道在骂人是为什么吗？不讲道理吗？那票他，别骗我，不骗我就行。骗了两个人，黑皮为什么投了这么多票啊？听警长的，你别指我呀，轩辕九，骗那个屁啊！哎，你别骗我哎，错了吗？为什么骗我嘛？不知道呀，你问警长吗？怎么骗自己？因为我不讲道理，老子不想当警长的，家他妈让我当警长。杀预言家，别杀我！杀预言家，小爽是预言家，杀预言家，小爽预言家，不要杀我！别杀了，那肯定杀预言家，想什么？真的，我有点难以置信，我操！我坐江哥好好坐在我旁边，现在被投出去了。兄弟，我活着好吗？啊，你不死了吗？你旁边那个逼死了。你是不是只会看头一个字母啊？啊，不好意思。江哥还坐我旁边呢，兄弟。啊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江哥被投出去了。你可能吹牛逼呢，我操！我头顶大青天，好吧。我这人就特别的公平的，令北将来死一个，你们两个 PK， 我是警长，你们两个警长，我觉得没有觉得，今天要么将来，要么你们两个自己聊，凭什么？妈的，这把票警长，操，票将来，小屎棍，哎，小屎棍警长，我不管你两个是什么的，二十多年，你要让票将来喊，将来还先带头要反了，造反了，给老子警长就当他妈票，你就他妈票你。是不是要听？听就投江乐涵。听个锤子！他已经当过一次警长了，让他过过瘾可以了。兄弟们，票他就完事了，好吧？票我，我要弄死蓝战飞。那票他吧。票蓝战飞，票蓝战飞。票令北吧，票令北吧。快票他！别，我觉得。图书新闻也是可以了。票蓝战飞也不是不行。票他是金银水吗？票蓝战飞啥？就不让他玩嘛。哦、你别管嘛。他是金银水，为什么不让我玩？嘟嘟，我金银水，为什么不让我玩？那还有江老寒，我是警长，你们不听我的？我他妈头顶大青天，为什么不让老子？听令北的，听令北的，就票蓝战飞，就票蓝战飞，我他妈头顶大青天，就你两个反动派，该死！投江老寒，我第一把救的蓝战飞，蓝战飞之所以没死，我第一把救的他，我是那个丘比特。你他妈给老子死，老子是女巫，投这个虎牙。他说他是丘比特。投虎牙，我是丘比特，我不是女巫。他说他救的蓝战飞，他是丘比特、啊，你不扯淡吗？丘比特怎么救啊？你吹牛逼呢？丘比特，你去死吧！他们都不在呀。不是，丘比特也是第三方阵营呀、啊。啊，我还以为我在的，在的。我操，老子老婆死了。啊。说你老婆死了。我操，一样的效果一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呀呀。我老婆死了，我他妈笑到肚子痛，我操！老婆死了，我操！飞哥，要不你也整个喇叭吧？哎，我他妈眼泪出来了！我老婆死了，太感动。
他妈的！我眼泪全出来了，兄弟，我全是眼泪。我操！所以刚刚他们是爱情连在一起的是吗？我操！我老婆死了。那丘比特把蓝湛飞和自己连在了一起，然后丘比特被跟蓝湛飞跟着去了。我操！了！我说。拜拜。图图，我提好人给我吧，警长。这波我有的分析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波我绝逼有的分析，图图你信我。啊！警长，我要发言，警长，我要发言。你发言吧，发言，我也想发言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啊，晚上我总结出来一个。哎，你别说了，飘皮斯盖，我看这个就不爽。对，就是他妈的晚上狼杀好人的时候。到女巫了，鼻子盖才说话，这个逼肯定紧张，好吧？还有其他几个不说话的逼，就想不演了，不演了，绑票了，绑票了，不演了，绑票了，就他妈跟狼作对，你还有好下场？我连遗言都不想说。是救飞哥了吗，土猪啊？你知道就好。那好人能投降吗？我不是狼，应该不能投降吧？哦，还好我没读成，我刚刚想读你的。说了投令北江了，还他妈死活不投，砍谁啊？令北他们不是猎人吗？砍梦梦吧，那就梦梦吧。令北他们发言不是猎人是啥？不是啊？还有两只狼吗？这也没跟着逻辑啊，没有逻辑可言呐、啊。你现在跟我谈逻辑，之前他们干啥去了？狼在找你，在说什么东西、啊？在我们手上，你怎么打呀？怎么现在跟你谈逻辑？我有枪。不是。这一把最开心的是蓝的，前面最后那句话给我，我老婆死了，我老婆死了，我老婆死了，这给北哥的呀，我不吹牛逼，我擦眼泪用了两张黄金纸币，再来一句，我操，我老婆死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总是猎人。杀了你没？都这逼样了，你还北极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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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北极哥带走，没办法。现在谷里的摩天轮，现在谷里，现在谷里，没有加速，没有，没开加速器，没有加速器，没有加速器了，不需要加速器，不需要加速器。我重新开个哇，这是我这辈子玩的最随便的狼人杀了。哎，谁想啊？我们定个规矩，我立北子物啊。我们定个规矩，还有谁来着？我们定个规矩，定什么规矩啊？没想，警长他们家投谁就投谁。一匹铁狼，你的规矩就是警长让谁就投谁，就不能票警场了呀，很没劲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妈的去，本来就想投你俩，他妈的，立刻就反水了，我操！不是，哎，节目效果爆炸好吧？我老婆死了，他妈的能拍视频了，兄弟。别逼逼，拍什么视频？我重新开个房，出来。求拉，这一句他妈没有拉的，没有拉的，自己进。自己进，四小天猴，开了叫啊！走哪里进啊？点哪里进啊？点哪个进啊？第三个，从上往下数第三个。哦，看到了。我在开哪儿？好、啊，他还没建房、啊，飞哥还没建房。Join again 你不知道啊 ？Join again 参加一个游戏 ，Join again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想问问，怎么了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那叫 join again， join again， join agai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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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大爷 again 吗？ again， again 是谁啊？多多，哎，房呢？第二个什么？你的声音怎么变了呀？第二个是 check now， check now， 我声音变了吗？变了，变啥了？开。变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别傻逼！变得有磁性了，兄弟。啊，江哥性感呢、啊，江哥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游戏真的，今天晚上不玩，明天肯定播不动了。嗓子谁明天好的，谁就是狗，好吧？哎，建房了吗？房间没看到啊，铁蛋。还没建。哦。好，建了，密码发公屏上。网速怎么这么慢呀？你能换换密码吗？天天那几个，看你老搞70002有意思吗？我还上个厕所，我还有1分47秒，下完吗？游戏里按哪个说话？铁蛋儿，对 ，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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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， 那我们游戏 ，Hello，
哈喽，我们孤立重开，万万不要开坏了，开麦了，好吧？啊，你还谁哟？有赢吗？没人，没人。一把谁给？喂，有人吗？我把定位打，我让你这么打。你还不听话，到处放你录音。一天到晚。累累啦，嘟啦啦啦，嘟啦啦啦啦啦，嘟累累。这个你是叫做唱美声啊 ？DJ 回来的吧？啊。哦。你的美声不如江哥的美声啊，江哥的美声好屌啊。你的美声好屌。你要不要好屌好屌。江哥查查是歌剧院欢迎你啊，你这个太牛逼了，我操你吧。你这个太秀了兄弟。我江哥还有一门绝活呢。你好牛逼啊，是最绝的绝活，没献出来呢。那来一个嘛，来一个嘛。来一个。我说你没听过江南唱的吗？你好牛逼啊。真的是他妈的秀了！你们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快喘不过来人气。妈妈妹妹，哎，你们直播间的人给你们跳吗？就跳来跳去给跳吗？哎，怎么把不给跳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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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这里没有人不让我跳啊！跳什么呀？快，陈哥，快进来！默默跳跳转圈圈，他们不给跳。哎，我去拿下饭啊！你好牛逼！我看你们跳起来好开心啊，我也想跳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没有江哥那种浑厚的那种。哎，怎么？我怎么这个游戏有越南语啊？我是。这个原来是越南人吗？为什么看越南语？我是湖南人。我操，中国女是狼！我狼他妈的，我还没进去我就狼。我记得还没开。我是猴，这个怎么玩啊？铁子说一下呗，跟昨天那个有什么不同吗？狼人杀你没玩过吗？就跟现实的狼人杀差不多的，就什么有警徽流的。差的多了兄弟。但是我们这个有点区别的，我们这里是不听冤家的，听警长的。这叫菜警长的，就警长就啊，警长去查别人。冤家是最低身份，好吧？冤家是最低，想出去就出去，想杀就杀。就是上一把警长被我们票出去了，你忘了吗？他老婆也死了，很有想法。我下好了，打完了还问一下。没，进来，没开呢，等你呢。你快来啊！啊？哦，你快来啊！密码在公屏上。点那个第三个 join again。他不让我进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密码，有密码，密码在公屏上，铁蛋儿。这个游戏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呀？兄弟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你说自己是警长就完事。我有个想法，谁大声谁就清白了。我有个想法，你说嘛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哇，怎么这么丑啊？你不会调到个很骚很骚的板子吧？对。陈哥进来了吗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听到了。开吧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进水友啊。哦，好，进满是吧？要。Hello， 这人好丑啊。我虽然不是现在还不是狼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我想杀周公瑾。你怎么是有点变态呀、啊？你这个密码是11579啊！能不能对新手稍微友好一点，保护一波好吗？让我看一波铁蛋，就拿手指指他就好了。哦，拿手指指他，戳他吗？11579，我发誓，我拿女巫周公瑾死了，绝对不救他。别这样，哥哥。甚至还要给他毒一瓶是吗？这个没有卖的，哎，兄弟，你没有卖，你出去呗。我有啊，你有，那你别出去了。Hello， 11579啊，11579。要个毛的守卫，都他妈是丫头的。这个咋玩呀？鸡叫了。我怎么看自己是什么选手啊铁子
你是不是红色的？好人是红色的，周哥你是红还是绿的？不方便透露。又他妈连我，为什么老连我？连我能不能连不了？我大哥，人呢？你们庙级了黑的。狼人等一下呀，一会儿才到你。再他妈瞎叫，晚上刀你啊！周公瑾。让他有点游戏体验嘛。这啥东西啊？啊！被救了，被救了！来，有一个东西啊，不是我砍的。我操！我来说，铁子们，兄弟们，我是预言家。我昨天他妈的看了的丁某人，他妈不是不知道是什一个红桃心是什么鬼东西，知道吧？红桃心是爱神，我操，他肯定绑着江哥。哎，给他投了，然后死两个。哎，谁啊？他妈的，我操你大爷！哎，他藏谁？我有一说一啊，我连的人不是连我自己，我有可能很大概率连两个好人。我反正周公瑾这个预言家跳出来把我爆出来，我就认了。我这样跟你讲吧，你也找不到我连的是谁。我这样跟你讲吧，我绝对就说连的陈开和周公瑾的。听我讲，给爱神。锦辉，因为你不给他，老子就毒他。因为老子是女巫，他连了我。你被连了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因为我爱你。有点变态了、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谁他妈？哎，让我看哪个手指没他妈指令，没老子毒谁？是你是吧，陈凯？我操，给你当面威胁的吗？不是我不会啊！我操，当面威胁的吗？还有谁？怎么把手指指给他？火箭给预言家，给什么预言家？给我的爱人。我他妈威胁，我连你了，但我跟你不是爱人呐，大哥。你太变态了，有点变态了。我连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呐。是你让我跟另外一个人爱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那行吧，是吧？那我们怎么办？这样好吧。谁他妈指的图图呀？我指的，不指。这那就靠你。刚刚周公瑾死的时候，图图笑了，但是救火之后，图图变哭了。我有个要求，我只是、我们玩成语接龙，谁他妈接不上头谁。我可以，你拿住你，好兄弟。那我先开始，我往左边接啊，我往左边。周公瑾，为所欲为，为非作歹，歹徒毙命。什么东西啊！投他，他们没这个词，投他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听说过。他妈这个怎么能这样投啊？真的，你们这也太违反道德了！你他妈接不上你不走啊？对呀，词语千万，你他妈接不上，你他妈接不上吗？你他妈词语千万，我已经为词语千万接不上，把我票走吗？不是，是啊，游戏里面还有小游戏的吗？我再说你他妈吐了。成语接龙都不会，废物！这有点过分了。这你这样还当狼呢？我们这很公平啊！我再查一下啊！我今天我去查一下这个图图，看看是什么妖怪。你才妖怪呢！怎么看你？为什么看不了你啊？你没明天了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这个废逼！啊！我怎么变成一个骷髅头了？你快讲呀！你要他是什么？你快讲啊！不知道。你们在乎这个游戏谁是狼人吗？你们在乎吗？这倒实话实说。你们问什么呀？你们有人在乎过吗？你见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、啊？我自己说好吧，我是个村民。哎，我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村民，村民确实是村民。他死了。啊？又死了。妈，这是蛮荒呀，这他妈这是啥呀？啊？啥意思啊？没懂啊？这他妈搁那一万上、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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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毒了，一定是女巫开毒了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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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都是我毒的，为什么毒的？晚上逼款太多了，
在我旁边都嗡嗡的。那为啥最后你作为预言家没死啊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我变成骷髅头了。没有啊！你变个谁、啊？我们玩一个游戏。那我右上角为右下角为什么是三个骷髅头、啊？我们玩一个游戏。玩什么？我们就说三个字，以就是我，比如我跟少年凤说我爱你，然后他要跟另外一个人传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接不上就输。但是如果你想返回来的话，就要说出不同的，懂我意思吧？懂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假如他说我爱你，他也可以说你妈逼，是吧？但你妈逼，你要把头调过来给我，不然你就算输。可以，懂吧？好的。会了。来，我从左边开始。不懂啊，来干杯。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，没听。好，投他，兄弟们投他。这样，我跟你，我跟你再重述一下游戏规则。我们现在一桌人，我看着你说我爱你，你就对着下面的一个人讲我爱你，慢一秒钟都算你输。如果你想返回来的话，你就把你给你传过来那个人再看回去，再看随便说三个字以内的。也要有一秒钟的反应，懂了吗？好的，接不上就输，听我的。东宫姐，东宫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是你？不是你他妈出去吧，预言家。不用啊，我对飞哥说的，对的。他妈的，别人他妈指物对梦梦说的，你他妈的接什么呀？出去。你接什么呀？他对着我说的，我敢发誓他是对着我说的，投他妈跟我说那，我是预言家，哎，大哥，周哥这手，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？随便玩的，这一个游戏里面到底有多少游戏啊？他妈预言家就这么走了呀？是他妈玩游戏输的呀？没文化你还玩什么？阿婆，我操你大爷！这男的，你妈了个大猪，男的操！成年人开骂了，操！来个局长，来个局长当一下，飞哥，快！这他妈是个纯搞笑游戏啊，铁子！怎么说？我们现在还玩游戏吗？还有谁是狼？他哎，我们这次说过他们的名字吗？忘了，听不到。可以，接头吗？他们这谁是狼啊？一顿乱投啊！怎么少年梦被他妈是个逼？啥情况？这是？哎呦，太直了！他装逼，兄弟们快投他！就坐在这里，他妈哥来指来指去，我认你哥。狼人也不用演了吧？这他妈也太低级了，就坐这指来指去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警徽没在我们手上啊，现在就不用演了。刚刚警徽在他手上还要演一演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预言家又能行动了！你行动个屁！你他妈的死了！我他妈可以进行幽灵行动，他妈的！把我票的狼就赢了是吧？太惨了！陈姐你是什么单位啊？你一个死人，你跟他说什么锤子话，他要听？他听不到你说话的。哎，陈姐你是什么单位？他听不到。我好人、啊。哎，场上还有两头狼。没得完了。为什么中景可以跟陈凯安对话？中景怎么还没死啊？好恐怖呀！我的 F 二，你是个弟弟吧？教一下，我是不是？你一个死人能不能别歪歪？你不能说话。我死那是不是都是狼啊？怎么指自己啊？兄弟们，我告诉你，三狼在场，只有你一个人在。怎么指自己啊？我都不了。好恐怖！教他怎么指自己啊？来来来，怎么指自己啊？哎，可以指自己吗？我操，真指自己了！怎么指自己啊？这也太牛逼了！这也太牛逼，指自己！我操，我杀我自己！怎么指自己啊，可爱？哎，对，我不知道呀。我也想学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指的自己啊？我刚指了自己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刚指自己啊？我吐了。咱们首先还是为了这个游戏顺利而开始玩这个游戏。对的，不能乱玩了啊！我们认真玩，好吧，认真玩。图图，你别摸我屁股行不行？我
老子第一晚。他妈的，他是蒙奇蒂路飞啊，能飞那么远摸你的？不是真的，真的好好玩。喂，怎么又给我娶老婆呀？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有精神。我他妈跟土土连了。No, we in with love 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谁连了？你怎么又说出来了？你怎么那么牛逼？你非要说出来，你死了。不是，我麦怎么老开着的呀？问你啊，把麦克风给我听了。这个样子吧，放出一条生路吧，他连了是我，抱抱我吧，放过我吧。什么可能的变？这个，放过我吧！啊！哎，我活了！我活了！为什么天天守刀啊？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。给我警长行不？真的正经玩吗？求你了，正经玩，给我警长吗？正经玩，正经玩，正经玩，给我警长。正玩就给蓝蛋飞了。认真玩的话，就肯定给蓝蛋飞我。为什么给飞哥？我讲逻辑，我管你谁预言的，谁给我警长，他就别出来了，给蓝蛋飞就完了嘛。可以按右键把他的视角拉大，可以站着他的脸，看见没有？按右键。飞哥笑了。谁没给我下一把把你踢出去？就这孙子，救他，救他！怎么这个要怎么回事啊？陈凯，干嘛呢？他按右键把你的脸放大了，特别好。我问你干嘛呢？指我？我指的你啊！不要取消，谁他妈老取消？林北，林北，图图在旁边疯狂抽搐啊，很恐怖啊！啊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考你们一个脑筋急转弯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啊！真聪明。二加二等于几？四。这叫脑筋急转弯吗？这一直不转弯都能打呀，兄弟。为什么运动员吃饭要用手？因为他没有。他没有腿，飘他。啊，令北，令北，令北，答对了，飘令北。飘我。这个就是认真玩吗？我这是大怪，我别飘我呗，求你了。哎，没时间，最后一秒钟票我狗屁警长，这不是正经玩吗？你说正经玩？哎！我已经很正经玩了，我觉得令北的暴狼了。啊？他抢着要推图图、嗯，那他还不是暴狼？美国如果不是狼，我他妈的接下来的五分钟我都姓刘。刘战飞，我去放碗啊。不多，我两枚了，再见。不会，你放心，我保着你呢。保啥呀？这怎么黑不溜秋的，这谁啊？我操，这谁啊？大哥，这干啥？拿把来福枪，这是干什么？大哥，枪哥把那个警长锤了吧？对，不能锤警长，不能锤。让你话多啊，逼死干！让你话多。我们好好玩，玩的可以把可淘宝枪出来。我们好好玩，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我们好好玩，要他玩的聊着聊着就淘宝枪出来了。我们好玩，我们盘逻辑，我们盘逻辑。你这哪来的逻辑啊？刚才没有笑的是梦梦，因为他是 B 字盖狼队友。可以，打，我都笑了。我别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先别急，你先别急，很有逻辑，很有逻辑，很有逻辑。蓝战飞、图图是我连的，好吧？你们这样现在职位就没了。你他妈干的好事啊！原来是这样。就他妈指你，那你连？那都恭喜你第一时间要找人扛腿就打。不是，狼也知道你们是情侣啊！哎，狼也知道你们是情侣，你们哎。那我先跳吧，有人跟我跳吗？没人跟我跳吧？那是不是周公瑾第一时间？哎，狼知道他们是情侣，他们俩当中肯定有一狼。哎，我现在没死。我真的是不懂啊，莫名其妙。
毒还毒啊。再见了。啊？哈哈哈！我操，殉情了吗？这啥呀？啊妈的！你是不是狼里面死呢？来个局长，来一个！你现在叫刘战飞，你在放什么？蒙顶大青天，爽一下，爽一下，爽一下！我操！你现在是刘战飞，可以？可爱，现在你是局长，你现在有那个警徽，所以你觉得？但是我不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不知道我投谁呀、啊？飘梦，你是蒙顶三方，飘梦吗？没有，我把他们连一起，我现在算平民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算的是平民，我把他们两个连了。嗯，能投谁呢？谁说？就是狼不是第三方吗？小刘，小刘，他俩，你是警长，你可以盘问他们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事情。哦，你昨晚干了什么？你死人，你不要插嘴。旁边这个，问你呢？我是吗？我旁边我啥都没干，一个平民啊。好，你说话吞吞吐吐，就投你了。就你就杀了，哎呀，一点都不果断。你这个确实有点太敷衍了，兄弟。对呀、啊，这你遇到什么都黑几个了？这就是黑。不是你琢磨一个问题啊？他问人家昨天晚上干了什么，平民确实什么也没干，他就要票别人。哎，挂彩了。我操！突然感觉好黑暗啊。这是人狼人杀，这游戏太正经了吧？太牛逼了，兄弟。这叫全民杀，我操！一言不合你就死了，兄弟。我操！飞哥怎么飘在空中啊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能持续下去，我的个妈！我们这里有没有狼啊？不知道啊。我是狼，然后江哥他们把你杀了，我一个人飘不过来。哦，飞得好高。那人狼链你不能暴露的呀，突然冲出来两个人谁我没有按麦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按久了就变成自由麦了。他妈的，他们说丘比特是第三方啊。什么？我是第三方吗？啊，啥东西啊？第三方的呀，因为人狼链的话就是第三方。我把他们连了呢。还有，就他们，你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呀？如果他俩一个人，不是你跟他们两个不都是第三方吗？完了，狼人当警长，完了，狼人当警长，完了，狼人当警长。那他丘比特加上那两个人，这么恐怖吗？是第三方，你玩啥？你还指望赢他？懂我意思吗？这赢不了啊，这根本啊，那肯定飘小爽呀，怎么可能飘我的呀，子沃？没了呀，他们两狼没了。你那你高低先投一投他嘛，你别投他了，你投自己吧，梦梦。你再投自己吧，他们两狼，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凭啥？行了，这也太牛逼了吧！我他妈吊起来了呀！这是啥呀？我他妈吊起来了！太牛逼了吧！我的天哪！我他妈懵了，这干啥呀？这是？那必须的，他妈的，我法官，我指了梦梦吗？梦梦好可怜哦。为什么一下死两个人呢？这他妈还在脚架呢吗？这死法难受了。这叫 PK 台，你知道吗？PK 断头台。这他妈隔着整活呢，这是。这少年梦一直在飞，你观众晕不晕啊？哎，怎么下去啊？怎么下去？我飞晕了。NC 做个 NC。哎，这个你。哎，按什么？按 G？ 哪个 G 是什么 ？C。啊 C 啊。我操！这啥？哎，这还有人吗？我操！我怎么死了？好人赢了吗？哎，狼赢了。啊，狼人赢了，剩俩狼。好玩。这会不会玩得太随便了？谁是狼？好玩，不要丘比特了。这一把认真玩好吧。红色名字真的吗？开开真认真玩。开！还有江哥，小爽那个。哦，还有我。开啊！好玩。没有丘比特了，丘比特改守卫了，同手同就会死啊！就你守一个人，或者你我刚好救那个人，那个人会死掉。给我来个牛逼身份，好吧？你来一头狼！我操！王！我操！票捉过你，他是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操！我他妈都没说话，你怎么听到的？细节。
他说的是你怎么听到的，兄弟，我的天，真会玩，真的会玩的。周哥，一路走好。干啥干啥？我验你一下，好吧？你验验验，我是老实人呐，铁子。我验你是个死人呐，兄弟。啥呀？这是？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。昨天晚上验了令北，令北是我的精髓，好吧？守卫今天晚上守我，我的警徽流先验图图，然后再验，好吧？所以警长给我，好，警长给他吧。但你我没有警徽流了哦，我要死了哦。警长怎么给你啊？我是预言家哦，你要闪图图是我的精髓。为什么他这个预言家是不成立的？我扛了一刀。那问你个问题，有没有人跟我对象预言家？精髓，跳出来。啊！我是冤家，对跳也是，我是冤家，你是冤家，白送了一头狼出来。你插谁了？你说嘛。令北第一晚上是我的精髓啊，他是个好人啊，他是个名，你是个名，你神身份认不是？你认不认？那北，给蓝大飞，给蓝大飞。今天这把他妈抽周公瑾，周公瑾铁狼。为什么要抽我？我是老自己出来抽我，我是你的预言家，我他妈是预言家。这游戏有几个人？那不是应该给他们两个发的金水杯子吗？给他们，对啊，那给令北，令北，哎，别给拖了，兄弟们。令北确实是好人，他令北给令北，他是好人。哦，我操！为什么你是真预言家？你对跳的也太慢了，蓝大飞都出来要人对跳，你才出来。会给要人对的，飙狼打，好可爱，然后那个 B Sky。然后周哥啊，都不要了的。听我说话啊！我是警长，今天晚上、怎么了？我不验图图，图图起码讲逻辑。我让陈可爱，如守卫，今天晚上守我就行了。你警长先闭了，你警长等会儿。你现在在对跳台上的周公瑾，你要冤家啊？你等会儿、你给他个票了呀？啊！他连验人都没报。我跟你说，女巫已经救了人了。这个晚上他是真预言家，他是必死的。他如果不死，今天晚上要江南，江南说话有问题，守卫今晚守我。哎，守一下我啊，江哥，我要被你们投票。啊，有守卫是吧？啊、哦，我验江南，今天晚上，第二天验陈可爱。朱哥直接投吗？投什么？哦、守卫今天晚上记得守我、太假了嘛！哎，怎么投自己啊？不是，说实话，周公瑾实在太蠢了，我不太想笑。什么键？什么键投自己？什么键？哎，我投了自己，太爽了。如果周公瑾自己就行了吧？自杀的。周哥怎么投的自己啊？周哥，守卫守我，守卫守卫啊！周哥，你为什么不反驳一下周哥？哎呀，那蓝战费活不了两回合吗？他都不反驳了。啊？其他板子的预言家预不出来，只能说是好人坏人。你正常玩啊，只能看出来好人。这个又反我吗？哇，这么牛逼吗？喂喂，不是我说什么，你是真的牛逼。我跟你们讲一下啊，昨天晚上我白天我是警长，没人打扰。江乐涵我本来想验的，但是我不想成为验尸官，我验了梦梦铁狼。今天晚上再验江乐涵，然后那个守卫可以再守我一轮。令北，你下轮应该还是要被刀死了，精髓，他们肯定要招我出去的。哎，怎么投自己啊，梦梦？你左键自己，左键一下就行。不是，你头往下。我守卫好牛逼啊！谁是守卫、啊？我是把枪啊！你砍我，我就打那个小爽，好吧？我就已经先说好了。万一他是守卫的，万一他是守卫的，我就崩他，不管就崩他。小爽是玩那个狼人杀的小爽吗？知道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女孩子。不会，枪准备好了，小爽准备死。守卫守我，守卫没收获。
啊？啊，把小爽出了，把小爽出了。为什么把我出了？毒死了一个，谁是女巫啊？啊？那个江蓝还是金嘴是好人啊。江蓝，如果但凡我是个狼的话，我肯定会给你个那个狼人身份是吧？但是你是个迷，我不是枪啊，我不是枪，我吹牛逼的，我就恐吓一下小爽，结果那就小爽呗，那就小爽呗，那就是小爽了呀。哎，我是猎人，我跳一下。你是猎人？你是小爽吗？乌鸦，哈牙，哈牙说他是猎人，是但小爽铁狼对吧？对，我不是猎，我不是猎人。下一轮验谁？飞哥下一轮验谁？快说。我下一轮验谁？我下一轮验图图，图图他妈像深水狼，装逼。来嘛，来嘛，那就是了，铁狼。不是说话的方式就像铁狼。不是，我还是没搞懂啊，这游戏玩不明白，为啥他是铁狼？我也玩不明白，为什么呀？他的状态标的不是，他不是铁狼。不是我上一轮我说我是枪啊，我说我死了我就带小庄走，然后结果我没死，那我必然跳他呀。赢了呀，这把好人赢了。不要崩图图！哎，陈姐，对了啊，老爷，演啥呢？子木，自己投自己吧。江哥，你上马，你上马赢了谁啊？我是明。我操，陈凯是最后的。哎，周公瑾是狼，他妈的出来白送，啥意思？出来白送？周公瑾是真的出来白送，送人头的。再一次谢谢铁子们。周姐不会玩吗？不是，陈姐不会玩吗？陈姐，子哥，陈姐没玩过狼人杀吗？陈姐，我玩过狼人杀，但这个狼人杀有点看不懂。就是你这个人呢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之前的狼人杀是有说话方式，这个他妈是瞎他妈插话。陈姐，开始了吗？已经。我希望一天亮可以看到两个人在悍跳狼啊，悍跳预言家啊。哇，令北护送，牛逼呀、啊！谁啊？我是预言家。哇，他妈的！谁预言家？我是预言家，我验的令北，令北是金水。他肯定不是。你等一下，我想问个问题啊。啊，你说。女巫是谁？你就自己别出来了，好吧？你为什么没救我呀？你没救我，如果这个守卫不守我，我是不是就死了？但是还好你没救，好吧？下一回合我希望你救我一手。可以吧？预言家是谁？你验了令北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。我验了令北，令北是精神。那我给你指挥，人跟你抢。给他，怎么给？点他一下是吧？跳呀，狼人起跳呀，狼人。点一下就给了呀。不是吧，怂狼局、啊？哎，刚刚那个是北之哥被那个守卫守住了是吗？没有错。是的，必死概念失望吧？对的。没有，我刚去上厕所了，我就瞄了一眼，所以我问你，北哥指一下，北哥，点啊，点他呀，指哪个逼啊？我在跟弹幕讨论一下，指预言家呀，预言家记得交代那个守卫和女巫啊，那个守卫守我一下，女巫的话救一下令北吧，令北可能会被两刀吧，上一把被三刀了。嗯，是谁？七票。谁不知道？他头上怎么有一票？是他头的第四盖一票。看什么看？你看我干嘛？你再他妈多看我一眼，那指挥了不起啊？把这涂了吧。要不是你这样对你他妈这么有点、啊、他这么对法官确实不太好吧？对我这样的确不好。但你要想一下，是什么样的人才敢这样？哦，我收回去，我手收回去了，我没指你，大哥。我手也收回去。我也收。干谁啊？干陈可爱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收手啊？
哎，不是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手送回去，我手送回去了，我手送回去了。不是我手。好好好好好。别，我是不收手。陈凯，陈凯，我是不收怎么收手？陈凯，我没投，我没投，我投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一波是令北带的，好吧？不是我带，怎么是我带的？我手送回去，我是你，我是。别打令北，别打令北。江哥有问题，江哥有问题，江哥有问题，北子哥是金水牌。这江哥还要害我出局，什么玩意？什么玩意？啥情况？别带我！我别带我！真的别带我！去你妈的！去你妈！啊！这谁死了？死那个 Beast Guy 啊！ Beast Guy 啊！我说 Beast Guy， 怎么收回来？怎么收回来？怎么把票？怎么把票收回来？按左键呀！你手别指着他，就收回来。走吧 ，Beast Guy。他怎么指自己啊？你这你打死了一个什么？头往下，然后一下打死了一个女巫。这对也好呀，一点都不好笑，好吗？真他妈各种死法，真的，玩个预言家被女巫毒死，玩个守卫也被女巫毒死，玩个女巫被猎人枪打死，我操！啊，我真他妈吐了。